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！嗨，我今天好了。哎呀，十七回了。回来了。我是爸的认出我，但我更怕你和他的结仇。别跟着我。哼。可开心了，走。我又委屈。得凶他，呵斥他，那句话。好，你又要哄我。那没有，是你做错了这个事儿。啊，停住！我这。别跟着我。你现在再提我一下，是不？ 这个很珍贵的，要给你了。他一来我就跟他生气，平时我老对那两个男的就是特别的卑微，然后一旦突然间走走，不走，是因为在意，你是因为在意，对，因为你也想让我好好。哦，要演，还来看一下第一个人，嗯，那个你怎么看一下第一个人？告诉我，我们别去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咱受不了了。